大人，小民何罪啊？何罪？你散布谎言，流毒民间，妄称武陵城外有什么世外桃源。本官亲自溯流探访，几乎葬身险滩，却一无所获。今日本官就要让你清醒清醒。大人，小人从不撒谎，眼见为实，真真见过那世外桃源了。还敢嘴硬？来人，给我接着打。且慢，子季兄。大人，可否将此人交我处置？莫非兄台也听到了传闻？山野渔民之言，万不可信，万不可信也。大人，庶民之言未必全部是邪说。你说吧，我信你。小民家住武陵河边，世代以捕鱼为业。你何苦来着？何苦来戏弄我？罢了罢了，放你一条生路吧。船终于停了。
这是什么？好像有个山口。我听见了声音，而且闻到了各种香气。不知为何到了这里，来者都是缘。走，先随老夫回家再去吧。先祖种下的桃树上采的，此处虽然偏陋，却四季如春，这桃亦四季有摘的。请问老先生如何找到这里的？先祖避秦时乱，率妻子一人来此绝境，从此不复出言，遂与外人间隔。这么多年来，你是第一个闯入的外人。请问当今是秦几世啊？秦朝？老先生，您不知道啊，秦朝是几百年前的事了，这中间又经过汉魏两代，如今已是晋朝了。是吗？原来山脉已经改朝换代如此之快耶。在那里我待了几天，我从来没有遇上过这么善良好客的人家。他们呢，纷纷把自己最好的酒、最好的美食端出来招待我。那儿没有官府，没有苛捐杂税，大伙儿互尊互爱，自给自足。就连那里的井水喝起来啊，都像米酒一样甘甜无比。我真不愿走了。起了个大早，想悄悄地回到家，把一切安排好了再回来。
老先生，我客官走好。临走之际，老夫有一个恳求，请说。还望客官三监金考，这里的一切不足为外人道也。老先生，我还能来吗？再次回来，我一边走一边沿途做记号。可等我回家收拾好东西，想再赶回来的时候，那些记号都不见了。都怪我当时糊涂，为什么要回来呢？为什么要回来呢？我再也回不去了。走，带我去，我们一起去找，一定能找到那片桃林，我相信你说的。是最后一个相信我说故事的人。从此，他让我带着他呀，一年年的在武陵溪上上游下游四处查找，直到他病死。临终前，他终于问我：“你是在骗我，也在骗自己吧？哪有什么世外桃源呢？不过是一个梦罢了。”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渐渐的，我也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去过那么一个无忧无虑的地方。日子还是这么过下去，打鱼，缴纳数不清的税。不再有人相信我的故事了，只有我仍然相信，有那么一天，我还会找到那个地方。